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Copenhagen 呢个屋顶有滑草场，又有嘢食。原来系先进垃圾焚烧发电厂、现代嘅空气质素控制技术，再结合社区康乐设施同社区可和谐共存。利用先进垃圾焚烧发电厂嚟处理垃圾系世界各地大趋势，避免用珍贵土地嚟堆填垃圾，减少排放温室气体，有助迈向碳中和。香港自2016年运作嘅 T Park 园区有水疗、茶座、环保展馆呢啲设施，我哋亦正建造第一座先进垃圾焚烧发电嘅转废为能设施 I Park 一，将喺2025年投入运作。我哋要多管齐下，源头减废、干净回收同加快转废为能普及化，先可以实现2035年零废堆填同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。转废为能，零废堆填，撑碳中和。